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刚刚开始讲法师功德品第十九，经文在第355页，355页。法师功德品第十九，这个法师就是前面第十品法师品，法师品里面所说的五种法师：受持、读、诵、解说、书写，这就所谓五种法师。简单说，就是依《法华经》修行的，按照《法华经》的方法去修行的，都包含在里面，不过前面法师品是提出这五种，就是叫做五种法师。这五种法师是越宏论啊，而前面的分别功德品与随喜功德品所说的五品啊，五品就是随喜、读诵、说法、坚行六度、正行六度，这五品是约数论啊，就是这五种法师无论你用哪一种方法去修行，或者是单受持，或者是单读、单诵，或者是单解说、单书写，都可以从随喜啊成就这个五品功德啊。所以这个五种法师的名相啊，跟这个五品的名相有些是相同的。例如说第二的读，第三的诵，在五品里面是把它合并起来读诵，但是五种法师的读诵啊不是比对啊，不是配合这个随喜五品当中的读诵啊，因为随喜品的这个五品功德呀，它是按照这个次序由浅入深，先随喜，然后其次读，第三才诵。那么这个按品位是读跟诵合并起来，读诵熟了可以讲说，所以第三有说法品。那么这些前面三种都做好了，行菩萨道要行六度，那么主要还是在法华经兼带修行六度，所以第四是兼行六度。那么都成熟了啊，两方面都可以同时并修了，那么第五啊才是正行六度。那么正行菩萨道，那么一方面依法华经修学，一方面六度齐行啊，这是五品位的啊次序啊，由浅入深，越一个人的修学由随喜到正行六度。而五种法师是越横论，开头修学的时候无论你是受持也好、读也好、诵也好啊，讲说也好，或者是书写啊，现在是比较不用书写了，因为印刷发达呀，这个道理前面讲过多次，不必再说。那么这里的书写就是以写经做修行的方法。还有一点需要知道的，五品是越观越入理方面说，所以随喜的功德呀，前面所说的随喜合法、随喜妙法，所以随喜妙法就要懂得修观，所以五品啊是越观来建立，修观由浅入深，越观建立。所以一开始随喜的时候就懂得普遍的观不思议境那么就是十圣观法的第一。而这里读诵等五种法师啊，是约修行的四项说，约四项说，
越横论，越四象说；无凭越数论，越修观说。啊，所以在这五种法师，无论是哪一种，啊，无论修哪一种，只要你按照这个十圣观法去修，都能够成就六根清净。啊，这个所谓这里所说的正修啊，就是天台家所说的十圣观法。这个十圣观法在讲天台四教仪的时候，原教的最后啊讲到正修，方便是二十五方便了，然后讲到正修，正修就是十圣观法。这十圣观法如果是上根上智，具备第一能够观不思议境，就能成就。如果是中等根性，单观不思议境还不能成就，就要具备第二到第六啊。例如第二的真正发菩提心，第三的善巧安心止观，第四的破法变，第五的事通色，第六的道平调施，具备这些修法才能够得到六根清净。假如是下根人，根性再差的，那就要十圣具足，再增加第七对治助开，第八知为痴，第九能安人，第十离法爱。这十圣观法都具备了，就是下根性的人也能成就，也能由无凭而进六根，得到六根清净。那么六根清净啊，就是实性微，从初性到实性就是六根清净微啊。那么关于这个实圣的道理，在天台四教仪的最后哪一段啊，二十五方便之后说明这个实圣啊，里面就有所说明。这里从略就是无凭到六根清净，那么就是有初发心修行是无凭，那么进一步达到这个初凭啊，这个实性的初性而到实性，那么这就是六根清净为的由浅到深的究竟的啊目标。那么具备这些道理啊，都能如法修学了啊，前五根都清净了，叫做外庄严，眼耳鼻舌身。这五根都清净了，叫做外庄严，外表的庄严啊。如果能够达到异地清净了，是一根清净；如果一根清净了，那就叫做内庄严，叫做内庄严啊。那么这就所谓啊，一开始修学佛法，按照天台以原教的修法。原教一入门就是修五品啊，五品微，然后进一步啊就到六根清净啊。现在这个文字方面呢，上次已经说了一部分，再从头简单的叙述一遍啊。这就是所谓果功德啊，科判里面呢叫做明初品果功德一切流通。前面的分别功德品跟随喜功德品，那叫做因功德啊，说明因的功德一切流通啊，那是啊无凭位啊随喜等啊，就是修因刚刚开始的修因啊。那么现在这个果呀，只是说明无凭成就的果，无凭修成就的结果，不是究竟果，只是越无凭修成就得到六根清净的这个结果，所以叫做果功德啊。初凭就随喜凭，随喜啊，无凭的第一随喜凭，随喜功德这一凭功德修成就也能使六根清净啊，所以叫做果功德。来劝流通这个法华经的殊胜功德，那么这里有两段，第一总列述，第二别解释，就先总把六根功德的数目啊先列出来，
经文说，尔时佛告常精进菩萨摩诃萨，修行啊，必定要努力精进啊，不是常精进不能成就，懈怠就不能成就。所以佛对常精进菩萨说，以常精进菩萨为模范，凡是要修五品位道六根清净的，都要恒常精进，没有间断的身心精进啊，才能成就。所以佛对常精进菩萨说，若善男子善女人啊，无论在家出家，男女老少通通包含在里面，受持四法华经，受持就是五种法师的第一，执受在怀，任持不失，听到法华经之后啊，时时刻刻不忘法华经，依法华经的修法而努力进修，那就是受持啊。受持也是总一啊。那么越别讲，平常心里念念不忘法华经啊，那是受持。那么也可以包含下面四种，那就是总一啊。那么受持也就是读，也就是诵，也就是讲说，也就是书写，都是属于受持，这是总一。若读若诵啊，就是第二第三的啊修法的法师，若解说是第四啊，若书写第五，这就是前面啊法师品第十所说的五种法师啊。那么就这五种修法当中，无论你用哪一种都可以，这不一定要按照次序来啊。不过读诵等都是受持了啊，那么不是受持就不会去读诵讲说了啊，读诵解说书写都是受持啊。那么你单读诵也好啊，或者是单讲说也好，都可以成就六根清净啊。所以说世人当的八百眼功的，千二百耳功的，八百鼻功的，千二百舌功的，八百身功的，千二百意功的，于是功的庄严六根皆令清净，这就是所谓六根清净。这个六根清净为什么这个功德有多少啊？越理说，越众生本具的道理来说，根根都具千二百功德，六根同时都是圆具这些功德，没有缺少，没有八百千儿的数目字啊。现在这是越我们初学反复的修的方面讲，越修的讲啊，因为众生在迷呀 啊迷是本有的自信，所以就形成这个六根的功用不起了啊。眼睛只能看前，不能看后啊。那么左右旁观也只有三分之二啊，因此眼根呢 啊三分眼功，一分五德，所以眼家只有八百功德。那么现在这个解释这个功德的数目啊，都是按照楞严经第四卷啊里面有说明这个三四四三啊，那么流变三叠一十百千啊，那么以此来计算这个千二百功德。关于这个名目啊，上次曾讲过，现在只是把这个眼睛功德啊，好像这个数目字啊不甚清楚，现在再加以补充，单说恐怕不容易了解，所以我随便画个图啊，在那个黑板上啊，我不是画家，不会画图，画得不好啊，不过大体能够看得出来，知道这个道理就可以了。眼睛为什么有八百功德呀？啊，楞严经里面是这样子说的啊，说眼根呢，我们这个眼家的功用啊，前方全明啊，前方全明就是往前看，眼睛往前看是完全可以看到前方，可以看到。那么前方全明嘛，正前方啊，就叫两白的功德，就是方位，方有二白啊。那么那个仪呀、啊，就是这个角度啊，
就是前到左前到右那个中间的角度就是围了，就四围。在方位来说，就是东西南北是方，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啊、西北是围啊、围都啊有这个一百功德。所以往前看正前方，正前方有两百功德，有二百，而这个前方到右这个角度方面有一百，前方到左这个角度方面有一百，所以往前看就四百功德具足啊。那么左右两边呢，经里面说左右旁观三分之二，就是我们眼睛啊往这个两边看，往两边看，自己可以抽烟了、啊、你用手这样子荡啊、荡在这个遮在这个耳朵后边啊，你的手还有一点点能够看得到。那么就是这边右边，比如说右眼来说，它这个右边呢、啊、能看到三分之二，右边的角度里啊，右边的正方能够看得到，右边的正方可以看得到，看不到的是右边的这个后边的这个维度啊，后边的维度那个角度的方面看不到啊。左边也是一样，可以看到左边的耳朵啊，这个正方可以看到，后边的这个尾那个角角的方面看不到。因此啊，左右各有两百功德啊，左边有两百功德能看到，右边也有两百功德照样能够看到的，就是有功用。那么这个后方全暗，后方完全看不到，脑袋后边啊，这是因为我们反复说了，不能拿阿耨罗陀来讲哦，阿耨罗陀他是半头天眼，后边长眼睛的啊，当然他后边也是看得到。我们凡夫啊，后边脑袋加脑袋瓜后边呢、啊、没有眼睛，没有眼睛，所以只往前看，后边看不到。那么后边看不到，正后方两白，正后方的两边的这个维度方面呢，一边一白，所以后方啊。全暗，完全看不到。那么因此正方的二白功德跟这个维度角度那个啊、这个边边的地方，一边有一百功德，就四白。那么因此要扣掉后边的四百功德，是后边的这个全暗的地方有四百功德，完全缺少，有没有啊、所以叫做三分圆功一分无德。楞严经里面说三分圆功一分无德，东西南北越人站的方向说前后左右，这四个方当中啊有三个方向能看到啊，是有功有功能能起作用。一分无德，后边一分看不到的没有功德，不起功用啊。这个功是功能，越他的这个眼家的功用说啊，有这个功用啊，就能够啊所作成办啊，办事能够成就，所以就是德。后边不但是没有德，也就没有功能，后边你看不到，就没有德也没有功。那么因此之故啊，眼加八百功德，眼加八百功德要这样子算啊，这样子算才会啊，正确。那么这个解释方法呀，是根据藕益大师的啊文句啊，藕益大师的楞严文句，跟这个法华会议里面解释这个眼加的功德，他这个方式都是相同的。三世就是三十三世啦，每一方都有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东西南北四方是定的啊。那么东方有三世，西方有三世，南方有三世，北方有三世，三世一十二，越世论每一世有四方，三世一十二也是十二，四三啊，越方论每一方有三世，每一方有三世，四三也是一十二。所以不管你一世成方，一方成世，同样都是十二，这就是所谓流变三叠一时百千啊。这个三是四三，婉转十二，这个婉转的意思就是说，你三成四
也是十二，四乘三也是十二，叫做完转，同样是个十二。那么这是第一叠，这是第一叠，流变三叠，第一叠啊乘十就十二啊。第二叠每一个数目字，前面的十二的每一个数目字啊，里面都有十法界。第二叠啊，方是三四配合起来有十二，每一个数目字都有十法界，那么一变成十，十二就变成一百二十了。这是第二叠，第二叠啊，流变三叠，一十百千啊，第二叠就叠成一百啊。那个一就是从开头第一叠乘十，那么第二叠就乘百啊。那么就是每一个数目字里面都有十法界，那就成为一百二十个法界。那么每一个法界里面都有十如是，每一个法界里面都有十如是，就《法华经方便品》开头说的啊，这个所谓因缘果报本等啊，相信体力作因缘果报本啊，那就是十种如是。每一个法界里面有十如是，那就是第三叠。一法界有十如是，一百二十个法界不就一千二百个如是了吗？这是第三叠乘千数啊，流变三叠一十百千啊。第一叠是十二，第二叠百二，第三叠第三次叠就成为一千二了，所以有一千二百功德。论六根的总数都是一千二，功德本来都是具足的，都是一千二，而是我们凡夫啊，在迷的时候功用不齐，所以眼、鼻、身这三种只有八百功德，而色、意这三种的功用比较周遍，所以有一千二功德，合并起来是六千功德，所以六根清净六千功德本来是圆满的，可是我在我们凡夫的这个身体上啊，它的功用只有这些，所以眼有八百啊，八百的数目字就是按照藕益大师的法华会议它里面的解释的方式就是如此，楞严文句也是同样的解释。这一类的说法呀，我们只能根据古人的说法来做标准我们后人呢无修无证，谈不到修行，就在文字上有的时候啊也很难弄懂所以这个三四四三流变三叠古人就说成楞严三观的第二观，楞严三观的第二观。楞严三观的起源呢是宋朝慈云尊师大师，慈云禅师，慈云大师啊这个慈云大师他住在这个杭州的天竺寺，有一天有一个贵官，就是可能是贵人做官的地位有很高的人，他研究楞严经，写了一部注解这个注解写好了，当时慈云大师很有名是当代的高僧，大家都很尊敬。那么这个贵官他这个楞严经铸成了，就是带到这个慈云尊师大师那边去要请这个尊师大师替他这个证明，如果可以用的话，就希望能够刻板流通那么他送到尊师大师那边呢，他就把这个意思跟慈云尊师大师表明了。那么尊师大师当时就叫侍者弄个火炉烧火，烧得很猛的火炉，就对着这个贵官拿的楞严经的注解说，他说我有三个问题我提出来问你你说你楞严经已经研究得很透彻了，我问你，假如你能够答得出来我替你流通，答不出来就把你的楞严经注解就放到这个火炉里面去烧掉。那好，那你问好了因此尊师大师就提出这个三个问题来第一就是说这个众生的妙真如性圆明妙心，这个话在楞严经里面这个文字有很多种的说法，
它究竟有怎么样的解释才恰当，这是第一。第二，经里面所说的三十四山婉转十二流变三叠一时百千，这怎么解释，你说给我听。第三，二十五圆通，既然佛说彼此并没有优劣，平等没有差别，同样是正道圆通，那为什么文殊偏选耳根，这是什么原因，你能够把道理说得出来，我替你流通，否则护之火炉啊，交给竹荣。结果这三问啦、啊，这个桂冠一个问也答不出来，答不出来，整个答不出来，那没有办法了，只好丢到火炉里面烧掉了。好可惜啊，那部楞严经注解烧掉了，我没有看到，不晓得他写的怎么样啊。所以这个楞严三观就从此流出来，从这个地方流出来。所以这个三十四三是楞严三观之二，是第二观。要过这第二关呢，很不容易的。虽然是一种数目字啊，个人的解释、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那你看古德的注解，这几十部注解当中，你要看这个三四四三流变三叠啊，真是眼花缭乱了啊，简直是搞不清究竟哪一种对，没有办法确定，所以我们只能采取一种说法，而且要最容易了解的啊，只要现在藏经里面有的市面有流通的楞严经注解啊，我不是说大话，通通看过，甚至有的看过好几遍啊。我从二十岁亲近宾中法师开始啊，那一年开始听楞严经开始，我就不断的经常有抽一点时间看看楞严经，四十几年来看的注解不晓得有多少，是要有的，只是那个大观烧掉的没看到啊，因为被他烧掉了没看到，只要不烧掉的，现在文字上无论哪一部藏经里面有的，我都会搬出来看啊，所以我的大藏会院里面的笔记啊，楞严经的笔记写的比较多，因为我对这部经因缘很深啊，老是想去看它啊，但是摸了几十年了，摸到今天也不神通啊。刚才讲的这个第二关呢，只是按照偶一大师破关的方法把它说通了啊，道理是这个样子啊。那么这是眼家的功德，因为这个眼根功德啊，三四四三配合起来好像有点为难，那么一方应当是三个那么四方嘛应当是三四一千二，一方只有三呢这应当是三百，为什么变成四百呢，这是根据这个偶一大师的说法，这样子就把它说通了是不是这个样子，那只有释迦牟尼佛才知道，我们没有办法下断语那么只是在这个文字上能够讲得通了，注解不会被烧掉就好了那么这是眼根八百功德，耳根有一千二百功德圆满的这一千二百功德容易了解这个楞严经里面说如耳周听十方无疑，动若迷摇静无边际，当是耳根圆满一千二百功德。他说这个眼根呢周听，周是周边，越横论越空间论，东西南北四维上下所有的声音都能听得到是周听，十方没有遗漏的地方，无论在哪一方面有声音响都能听到的若动论就是有声音，越有声音来说吗就有远近这个比较好的这个耳根嘛能听远一点，差一点的就听近一点，迷摇，迷是近，摇是远，越有声音的时候论呢有近有远的声音那么能听多少好像有一个范围，可是呢近无边际啊，论静音耳根的沉静有两种，动根一动静一清静静，动静两种，动是有声的，静是无声的，静的无声的这种的声音啊，那是没有边际，近十方变法界都能听得到，所以这个耳根呢、就成就这个一千二百功德，是耳家的功德最圆满。鼻根功德
也是只有三分之二啊，所以经里面说如比朽文，通出入隙，有出有入，而却中焦，这是月三分论，月三分论啊。那么因为这个鼻子啊是只有呼吸的功用，鼻子只有呼吸的功用，穿孔了啊，这个鼻子呼出去吸进来是两个，出去进来二，却中焦，却掉这个中间不呼吸的时候不起功用。当然人不能不呼吸了啊，稍微闭气闭一下子可以了啊，闭个一两分钟也许还可以了，闭太久了会误呼的啊。所以这个鼻子的功用啊，只有出息入息两分，中间啊彼此来往的这个中焦的中间不起作用啊，不能停下来不起作用。所以三分当中啊，出入两分有功德，中间啊却中焦没有功德，所以它只有三分之二，三分之二，一千二的三分之二就是八百啊。因此之故啊，鼻根也只有八百功德啊，这是鼻家的八百功德的啊说法，是按照楞严经的解释。那么这个舌根啊也有一千二百功德啊，舌根为什么有一千二百功德呢？舌根不越吃饭论，不越吃东西论。假如这个嘴巴单越吃东西论，那是有限的啊。现在舌根呢、啊、越说法论，越讲话，越说法的功用来说啊。所以经文里面说，如舌宣扬尽诸世间出世间智，好像这个舌根讲法说法宣扬妙法，能够尽世间法出世间法，一切法的智慧啊都能由说法里使人启发开来啊。所以言有方分呢、啊、理无穷尽，说言辞嘛有这个方音呐、啊、各地方的是音声不一样啦啊，了解的分量也有多少，好像有差别啦。可是呢，越他所表现出来的这个理呀、啊、没有边际啊，理无穷尽，舌根所讲出来的道理，这个理是无穷无尽的，既然是无穷尽，也是数穷恒边，那么因此之故啊，舌根也就圆满具备啊一千二百功德。舌根具备千二百功德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说法的功能圆满，能得到大受用，所以越说法说具备圆满的千二百功德。第五，身根，身体是有八百功德，因为这个身体只有接触到外面的境界啊，有接触啊，所以经文里面说，如身觉处，是以为顺啊。这个身体接触到外境的时候啊，它的感觉有两种，一种是相违的，就例如说粗涩的啊，使人身体觉得会痛的、不舒服的，那是违。啊，很柔软的，使人觉得很舒服的，那是顺。啊，身体接触外境啊，啊，何时能觉？理中不知。啊，和就是这个境界合到这个身上，接触到了，会有感觉。而感觉有两种，啊，有微顺两种，理中不知，离开了。这个接触的境界离开了，那就不知道了啊。离是一，合是双啊，所以离一合双，愿意这种的情况比较起来，就是显示它只有三分之二的功德，一分没有，三分缺一。那么就是说，当接触的时候，合到身上接触的时候，它有两分啊。这个就是身体的接触跟外境的接触两个啊，而身体的感受里有违有顺两个
啊，所以算他有三分之二的功德。而接触的境界离开身体了，稍微脱离身体就没有感触了，没有感触，稍微脱离身体就没有感触了。所以离一，离开是一，合是双，双就是二。那么因此三分之二有功能，三分之一没有功能。所以三分有功啊，三分当中有两分的功啊，有功能，一分没有功的。所以身根也只有八百功的，这个八百功的就是离开来只有一，合起来有二。那么因此之故啊，说它有八百功的，这都是约三分论。最后一个第六一根，一根有一千二百功德，这个千二百亿功德就是亿有一千二百功德。一根为什么有一千二百功德呀？因为如意莫容十方三世，一切世间出世间法，唯胜于凡，无不包容，尽其牙际，当时一根圆满一千二百功德，这是楞严经的经文。这好像一根一默默的含容十方三世一切诸法，一地离能含容十方三世一切诸法，一切世间出世间法通通能够包含在这个一地里面，无论是出世间的四圣，世间的六凡，唯圣于凡，无不包容，十法界一切法没有一法不包容的，那么能够尽其牙际，牙是边牙了，这个无穷无尽啊，都能包含在里面。因此之故啊，一根说成有一千二百亿功德。那么这是六根功德的数目字多少不同的原因啊，按照这个楞严经的说法呀，就可以把这个道理说得很清楚的，使人了解。那么隋朝智者大师啊，他解释《法华经》讲到这里啊，就是缺少可以证明的参考资料。那么其他的经论里面呢，还找不到这么像楞严经这么显明的说明方式，没有啊。因此之故啊，他写讲到这里，他自己也觉得好，虽然是道理是可以说得通啊，可是要找一个经文的名真呐，找不到啊，所以以此为苦。那么因此听说印度有这个楞严经，里面有说到这个道理，所以他在天台山呢建立一个拜金台，拜金台向西边礼拜，天天出一个时间到拜金台去拜，期望三宝加倍。这一部经证明这个六根清净的功德不高低这个圆缺的情况这部经希望能够赶快来，也不晓得它叫做什么经，就希望有这部经赶快到中国来。他拜了十八年在贝里亚，拜了十八年都还没看到，还没来一直到他入灭以后啊，到了唐朝，而且到了这个唐朝的快到中叶的时候啊，也就是武则天那个时候，唐中宗的时候啊，武则天已经过去唐中宗登位重复归位的时候，那个时候才翻译过来那么因此之故，智者大师没有看到楞严经，很可惜他出了早一点没有看到楞严经，所以他的这个楞严法文句里面呢，对这个六根功德的解释啊，虽然是在文字上是没有问题，可以讲得通，就是没有像楞严经呢说的那么圆道那么一直到明朝，藕益大师，他这个编著《法华会议》，根据天台的教理呀《法华文句》《法华文句记》编这个《法华会议》的时候，到了这个六根清净这一品啊，才根据楞严经的解释把它加进去，把这个智者大师原来的解释把它散掉那么把这一段楞严经的解释加进去就非常圆满了。所以有人说藕益大师啊等于是智者大师再来
啊，那么就是他当时没有看到楞严经，那么对于这个法华经的功德呀，他自己总是觉得不够圆满。那么现在有了楞严经啊，可以对这个六根清净的这个八百千二的说明非常的清楚了。所以偶一大师有人尊重他，俨然的智者大师再来啊，不一定就是智者再来，但是可以看作啊，俨然是智者大师再来一样啊，把他自己讲的法华经啊，重新把它汇通，把这个楞严的说法汇进去啊，讲得非常圆满。所以这是按照楞严的方法来解释法华的六根清净，那么后人讲说啊，都是按照这个方式的啊。那么关于天台原来的解释，我上次也曾讲过啊，它也是有另外一边道理，很有意义。不过有经文有这么写明的证明啊，当然还是以楞严做标准比较清楚了啊。那么总后上文说，于是功德庄严六根，皆令清净，啊，这是总说明的文字呢，啊，前面所说的，言有八百功德，啊，千二百耳功德，八百鼻功德，千二百舌功德，八百身功德，千二百意功德，这六根的功德，啊，于是功德庄严六根，用这些功德功能得用。来如法修行成就的果德，得到六根清净，来庄严六根，使这个眼耳鼻舌身意都极其庄严啊！这个庄严六根，前面说前五根清净啊，就是外庄严；一根清净啊，就是内庄严啊，内外都得究竟庄严，所以皆令清净，使六根都得到究竟清净。要得六根清净，谈何容易呀，没有那么简单的，毕竟是无凭之后到了实性微，原叫实性微，从初性开始啊，才得到一分的这个六根清净的功德，实性满心啊，六根清净功德才究竟圆满啊。所以这个所谓六根清净就是实性功德啊，那么从实性满了就进入初初，到了初初啊，就是分破无明分证法身了啊，那就是法身大事啊。世间人普通一般不懂佛法的人，尤其在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啊，那些报纸上的这个记者们啊，他对这个六根清净的名堂他是不懂的啊，他只要是佛门中有什么少少的不大好的这个新闻啊，他就说哦某某六根不清净啊，出家人六根不清净啊，并不是说出家人的六根一定就清净了，六根清净只是出家人的目标，希望能够达成六根清净，也是学佛的人的目标，任何人学佛也是希望六根清净，可是不是一开始就能六根清净啊，少少有说了一点小问题，哎，六根不清净了啊，四大不空了，六根不净了啊。那么他真是外行话，那么六根清净谈何容易啊，我们平常哪一根能够清净啊，看到好看的总是希望多看几眼啊，看到不好看的总是会讨厌啊，听到好听的音声总是希望多听听啊，听到这个噪音啊不好听的啊，那么妨碍到我们的宁静的那总是会讨厌啊，爱一正啊随时都会升起来。那么我们在平常一般人还没有到初性以上，无论任何人都没有六根清净啊，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那些记者们动不动就说、哦、这个学佛当然六根不清净啊，那实际上并不是说一学就到六根清净啊，不是一跳就到深海里面去啊，必定要慢慢的由浅入深。所以这个六根清净要记得，就是原叫实性位，原叫实性位，从初性就得到一分的六根清净，到了实性满了，六根就究竟清净了。到了六根究竟清净，内外庄严的情况怎么样？到了那个时候啊，就没有八百千二的分别了。等到真正得到六根清净啊，就没有八百千二的分别。
现在经里面不是说啊，眼八百耳千耳吗？这是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证道之前，没有得到这个功德之前呢，是这样子。等到你成就六根清净的功德，怎么样叫做清净啊？不但不被外境所转，而且眼家就有耳家用，同时也有鼻家用、舌家用、身家用、意家用，六根敷用啊。六根敷用的时候啊，一根同具六根用，随哪一根都可以做六根用啊。那么眼不但是能看，也能听，也能闻，也能知。鼻子不但是能嗅啊，也能看，也能闻，也能知。这个道理呀、后边别列六根功德的文字里面呢、每一段都有说明。得到六根清净就没有这个差别相啊。那么这个五眼同时记周啊，就《金刚经》所说的肉眼啦、天眼啦、慧眼、法眼、佛眼。这五眼，眼具五啊，鼻、舌、身、意，同样都具这五种啊。那么有肉眼，当然也就有肉耳，有天耳，有慧耳，有法耳，有佛耳。鼻子也是一样，舌头也是一样，身根也是一样，意地也是一样。那么因此之故啊，后边的这些文字都显明这个道理啊。说到这里为止，就是总的说明啊，六根的总相已经说到了，说完了。下面接下去是别解释，分别解释六根功德啊。那么第一就是眼根，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啊。